现在正在推动啊，正在推动要提高我们基层警察跟消防人员啊最高年功俸。那我们在警政四阶以下，现在最高年功俸只到500块啊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啊提高一级到525。好，那调整之后，我们资深的基层警消同仁啊，每月的所得可以增加1370元。那他如果退休之后啊，那因为本俸有调高，所以退休之后每月的退休金可以增加1600元。那我们将会有将近65000名我们基层的警消同仁会受惠于这样子的一个政策。那其中包括大概52000多名的我们基层警察，以及12000名的我们消防员。那我们这样子的做法啊，不仅提升基层警消的本俸，那也可以啊缓解啊那年金改革对我们警消同仁的冲击啊。